艺人 NONO 被好几个女子控告妨害性自主，一共是10件提告。那么当中3件北检是不起诉的，7件移转士林地检署侦办。而经过妇幼侦组主任检察官带领团队积极传唤被害人跟证人来进行查证以及相关证据，就在今天侦结了。那是依照妨害性自主等罪，把其中5案起诉。